在线、三线。喝咖啡不需要跑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普通的咖啡就是很好的咖啡，所以呢就这样子，每年只要是亚美一喊我们有空，我们就一定下来。我们还很认真的跟他打听说这里还有没有地要卖。好，那我想说的我老公都说完了哈，但是就是很开心，每年大概都会来这边一次或两次，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典礼告天际啊，这个真的就是让我很感动，把那个鼓礼啊再把它寻回来，然后真的很令人感动，也很开心认识大家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除了发展在地产业之外，我们也能够尊重这块土地，然后把彰湖、桃林、桂林、华山、华南、大埔、整个山里面的所有的社区的产业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告天祭典，把它串起来。